啊，阮老母唔安，他讲叫阮要骗子骗小弟啦。哎呦喂，生几个啦？该生唔知。哦，拢牺牲这查囡仔呢，真正可怜。该生一个、两个、一大四个，爱一个细汉小弟生两三岁。啊，一到七岁才安安尼。足济吼，迄阵生济啊，拢一两个拍算去啦，对啦。安尼啊，啊等，阮老爸讲。查甫点到买互查囝通呢，我感觉嘛拢安尼呢。查甫点到连伫查囡仔呢。啊，我买反读讲读较个哦，上无后日哦，去甲阮迄叔伯兄斗迄落，哈，包药啊，安尼啦。哦，恁叔伯兄遐有人去做医生个底啊？哎哟，是安尼，恁爸爸较开通啦。嘿啦，啊，毋知互阮老爸反读，甲阮老母毋反读。落死！啊，你是安怎来咱中都的啊？嫁来的？无，诶，我迄阵十三岁，阮老母就死啦。啊，十七岁就，那阮老爸也死啊。啊，安尼啊。啊，咱来高雄找阮大姊，阮大姊甲准伊嫁来遮的啦。啊，恁翁咧做啥？迄阵咧塞牛车车。啊，对啦，牛车帮的咩？啊，咪台南人，台北人。啊，阮头因，迄个客家中对啊，台南遐会来啊，即足济嘛，阮台南人啊，哎呀，我知啦，啊，佮朋友放的啦，台南放的啦，北门啊放的啦，哈哈哈哈哈，安尼我厉害无？